好漂亮。啊，介绍一下吧。哎，我们刚才呢，跟我们真诚的刘副总呢，介绍到金门有1600年左右的历史，他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呢，借由这一次的交流呢，我们希望有更进一步的、更深入的交流，这文化的传承才会继续，对不对？亲爱的，走呗，走呗 ，Go。1600年历史 ，Go。真是。